订阅金发哥，带你开箱更多软胶。Hello， 大家好，我是金发。今天呢，我要来开箱的就是今年才播着的《如图拉曼阿葛》的新软胶啦。啊，这次是比去年的布雷扎还要更早进货，更早有拿出来的这个软胶。布雷扎那个时候，差不多10月20多号的时候才有看到现场了。然后呢，这个在10月10号去的时候就已经有的啦。哇，难得啊，这是比去年的 Ultraman 还要更早了。希望明年的 Ultraman 在9月可以拿到了，就也就希望玩具反斗城会越来越早了哈。先来介绍这个吧。Rutra Hero 系列子 Bandai Namco 97号 Rutraman Arc， 身高48米，体重32000吨，必杀技是亚克究极深华射线，听起来非常中二。这个除了背景以外呢，然后还有这个起手式，就是完全是那捷克的吧。这个样子呢，一开始就是给众人都拿来吐槽啦，简约的身体，然后就这么复杂的头，就是有点受害啦。然后呢，就是因为简约的身体又要有平成的感觉，所以的话那个黑色就硬要加一个黑色在这里，像限定那个全部红色那个不就好了吗？一定要加一个黑色吗？然后先看这个复杂的头了，哇，完全满脸这个硫酸的，不知道冲啥小啊。哇，至少这个蓝色来讲是还蛮美的啦。我这个是灰尘还是是他的脸本来的啦，没办法咯。哎呀，没有那种光滑，这个布雷扎起码是光滑的嘞，也没有这么光滑了。不过我记得初代蛮光滑的，后面呢就是一如既往的透色，但是除了拳头还有这个背后是没有这个没有透色了。不过这个你要 DIY 涂也是蛮容易的啦。然后计时器呢，就是这样的啦。这边的黑色就没有涂到完，这里呢就一点也是没有涂到完，还有一点溢线呢。还有这里呢，也是这样啦，没办法啦。在玩具反斗城找到软胶呢，这里都是很好的，但是呢，要么计时器刮蹭，要么呢就是脸这边有一点刮蹭。这里是很美，但是计时器啊、脸啊，就是一些刮蹭，所以我宁愿选这边的了。然后呢，下半身就是，哎呀，他这样子也要偷色，真的是，哎，你看这样子，起码这是一半的嘛，他一半出来了哦。脚底呢，除了没有脚底印以外，其他的印都有了 ，Made in China。哎，这边是写 Bandai China 的哦。布雷扎都还是这样咯。OK， 这样子看呢，不懂你们会不会注意到，这是阿哥的长短手。你看，我也是买了回家了之后才发现的啦。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嘞？这个，奇怪，左手这边比较短，右手这个就比较长。这个不是说哪一个比较缩进去而很短的咯。这个我觉得是。又或者是它这里比较就是讲比较弯曲，这里比较弯曲然后呢这里呢就比较直了。但是如果是要细节来对比的话啦，就是可能后次放一个图在这里咯，这里就没有这么就是比较长咯，这个是正常长度，然后你弯过来这里的话就看到怎么样都会比较短了，虽然讲会比较弯曲一点啦，但是就是这个会比较短咯。从这个这边弯曲到这个拳头以内，这个银色就是会比较短，然后这里就会比较长，不懂是我的错觉呢，还是只是单纯这个手缩弯进去，我就不知道了。OK， 然后就这样子，我还没有什么剪呢，就断了。OK， 然后不要这样子，稳一点呢，别这样呢，稳一点呢，没办法，这样子啊。暂时是这样啊，不过久了他就这样子咯。OK， 97号，就是蛮新鲜的啦，这个画面很久没有看到新英雄的软胶卡牌啦，所以的话这个也蛮新鲜的啦。OK， 当时开箱这个也没有剪，所以的话呢我早就有想到啦，开这个的时候就跟他一起剪掉吧。OK， 放在这里有一年了，粘在这里有一年了，哇，终于是剪掉啦，放在一起，这个脚这样子，所以才那个什么。
哎呀，明明去年的奥特曼呢才90号，然后到今年过一年就97号，有没有搞错啊？再过个一年，结果又多个6个软胶出来了，没办法啊。再来就是这个啦，Ultra Hero 系列子 Bandai Namco EX Ludian， 身高跟体重都不明，必杀技也是一样，是亚克究极升华光线，是终极还是究极忘了，管他啊。这个呢就是只是特效关系啦，其实都是跟那个一样的。这个呢绝对在我的意料之中啊，就是玩具发的时候一定会进他的啊。这个的地位呢就差不多是那个闪耀底加的软胶一样啦，同样是 EX， 同样是整个特效，同样呢就是一个限定形态了。所以的话它有进玩具反斗城的话，我就没有什么意外可感的了。还有这个手也是差不多的，你看这样子仔细看，这是差不多有那个什么了呢，这里比较长，这里比较短。我也不懂这么为什么这个阿哥是这样的，你们会不会啊？还是只是玩具反斗城，每次玩具反斗城买的啊，就是好像是怎么说，就是班带那种残次品啊，哪里进过来啊，很讨厌的，每次这样子的。看他们开箱啊，日本人开箱都没有这个问题，结果呢去现场看的时候各种瑕疵各种问题，我都不懂怎么怎么去说啊。然后这个呢就不用讲啦，这跟闪耀底加一样，整个塑料成型色，软胶成型色。哎呀，这种软胶是最省那个材料的，你看随便喷几个颜色这样，然后又没有不用涂装啊，最省员工钱了，不用来细节涂装了。眼睛，然后这里就整个胸膛银色的，然后还有身边那种蓝色的，可以啦，这种蓝色，你看这种蓝色照的这样的光泽度还蛮 OK， 这个头这样子也是，这个反光还 OK， 它这个蓝色就是模拟它这个啦，模拟它这个颜色光那个亮出来那个特效那样子了，这个就不会剪了，就是完全一毛一样的咯。OK， 再来对比时间。四个人都知道，在盖亚25周年的时候呢，就临时改了这一个布雷扎，而且也没有这个新生代盖亚啦。但是呢，众所周知啊，这个布雷扎呢，不仅是独立世界观，而且这个皮套设计呢，也是对我来说也是很大胆的设计啦。没有，你看他过一年又设计回这种 Ultraman 皮套感，所以呢，当时没有新生代盖亚是很。也是蛮开心的事啦，毕竟终于这个至少这个盖亚摆脱了被炒作的这个命运了但是呢这样子三个站一起，虽然它不是新生代盖亚，但毕竟年份登场摆在那边了吧，也是 TDG 25周年的那个时间限制，但是你把这三个站在一起嘞，这个布雷扎对我来说怎么样都很好那个不合群哦但是呢过一年24年的这个 Ultraman 呢至少让我感觉到有一点合群了啦，虽然它没有关系到这个什么新生代盖亚啦TDG25 是没有关联到了，但是这个这样子怎么你不管怎么去看哦，就是有很多有盖亚的元素在比如说红银相间或者有一整个颜色只有那肩膀或者是就是肩膀到胸甲那里有一条黑色，就这样子简单。所以这三个站在一起我觉得蛮 OK， 就是讲你不要讲它样子什么啦，你就讲它的配色方面的话，这个还蛮盖亚一些的啦。总体而言呢，这个阿哥呢我也不懂为什么就买到这个手一长一短的，卢迪昂也是差不多，不过在选软胶手我是没有注意到啦，因为毕竟也没有想到他的手会一长一短啊。但是呢在玩具反斗城更新的那个物品里面，不只是亚克跟他的怪兽啦，也是有一些比较特别一点的一些软胶，那么呢就等我的可以期待一下这个现场开箱试试啦就是里面有拍一些就是这个新进货的这个进度。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点赞订阅分享，第二个不用记得开旁边的小铃铛，也记得不用记得我用我的开箱影片看到，那么下个影片再见，拜拜。